好的，今天呢就是要来实测一下韩服这边的怎么讲，僵尸自己新功能啊，他们新增的一个新功能，可以让你替换掉随机的变异，让你洗到更好的变异，也许吧，也有可能洗到更烂的，也有可能洗到就是你刚用掉的变异，因为他说是随机嘛，所以代表说也可能重复啊，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啊。总之呢，洗掉一个变异呢要花你9000块，在这边就假设你现在，我现在是两等嘛，啊靠腰啊，我现在是两等。那如果我花了，我现在有9000块的话，我按一下这个，这两个呢，其中一个就会消失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。那这种技能呢，不推荐前期使用，尽量你在30等那边的时候，你要把一些不好的变异洗掉之后，你再去用。就是你可能没有好变异啊，你就可以去用啊。如果你有好变异啊，劝你是不要赌啊，赌下去等一下比原本的还要烂了、啊。我打算洗出这个接触感染了、啊，对，就单纯一个实验性质。不过我也没锁房，所以待会如果韩服玩家进来的话，就是一起打这样。现在刚好有钱啊，20000块，先来洗一下给你们看。像是这样按下去会少一个变异，随机的，所以真的有可能。假设我专家，待会会消失，这也不一定，这也是有可能。我再按一次 ，OK， 它又消失一个变异，大概就是这样。那你的等级就是会下降2等。你每按一下就是一等，然后你的钱呢，按一下就是少9000，就这样，非常简单，啊，都是随机的。现在已经11局了，第11局，可以看到基本上整房 BOT 只占非常少数，大概五六位这样，差不多吧。那我们现在26等，欸，僵尸在一个公寓啊，哪边啊，看不到人啊。哇，接触感染不是吧？还是什么东西？哇，那是接触感染吗？哇，这东西哇，不科学啊，真的不科学。我感觉我去当僵尸挨打会比较快一点，不过当僵尸就很无趣嘛，对吧？就玩个人类，顺便有弄到就弄到，就刷一下。我们现在变异的话是高速装填跟专家这两个比较好一点。那因为这支号里面没什么好的武器哦，所以基本上我都是直接买英雄枪，英雄枪至少还算可以用，尤其是那个流炮，那流炮伤害是非常高，真的是非常高，在我还没有狂热的情况下，它就已经可以炸到一个7000-8000了，很扯，就是有那个暴击啊，哎呀，这个人是怎样？他是鬼跳是不是啊？韩国人你怎么都这样？直直走就好了，在那边跳哦！我踩你的头呢 ！Nice， 29等，再来一颗。哦，4000，有没有看到？水哦！不过这种榴弹，英雄榴弹真的很容易把自己炸死，也很容易卖掉队友啊，就蛮尴尬的。哼。破坏力非常十足啊，不愧是英雄枪。哇，他直接被打中下去。哇，10000滴，哇操！好，30等。30等之后要干嘛呢？啊，可以知道，我们就是要先来随机一下，把这个变异弄掉。应该不会弄到一些不好的变异，先刷个两个好了。哇操！哦，高速装填不见了。哇，有没有看到？这就是一个例子啊。就是不要赌啊！你真的，你拿到好变异之后，你如果赌了，你有可能随机就是把你的好变异给用掉。我确认一下，我高速装填是不是真的不见？干，真的不见了呀！好扯哦！妈嘞！哇，刚被修好，我换了一个很没有那么好的变异。没有关系啊，我们再把一个刷掉，看能不能刷掉一些不好的。哇！我的5跟6没了，洗得晒嘞！妈，两个好兵哦！天哪，我有那么非洲吗？太扯了吧！哦，直接傻眼嘞！两个好兵直接不见。哦，刚没修好，我看能不能把它洗回来。虽然说我这次要的是接触感染，但是。我也不希望好变异不见啦，这样就没有意义了。这样我就只能玩僵尸嘞，很可悲。
哇，怎么是狂暴这个？哇，天哪！不要给我这些啊！我要更好的，我还要更好的。天哪！怎么会这样？有有感觉。天哪，走了走了走了！看到一只沙拉飞上来就直接走，对不对？哦，有了有了！哇，怎么是狂暴？哦，洗两个垃圾。没关系，我再卖掉一个。应该说再换掉一个。没事，我们看一下三十等这个能不能让我们变异回来啊？回来哦！哎，我要过着这个随机武器的生活了，心累啊！真的，你有好变异的话，你就不要洗了，这是赌的、啊，真的是拿来赌的。如果你都是好的，那就不要赌。真的是啊。我下去转一下好了。转的应该会比较快一点。哇，你个去！没事，现在这房里面只有两个是 BOT 了，基本上都是玩家了。哇，要好了要好了，接触感染来吧，今天任务就是接触感染了。哎呦喂啊！嘿棉，哎有了，欧伊卡洛斯，用到这个变异是不错的。我老实讲，这个变异其实还可以，比起刚刚那些来说，这个变异好多了。我决定我要去用拳头猫人，抓不到，怎样？来来来来来，一个背后爆局！我操嘛！隐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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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快点！靠，要有那个，要先射完才能隐身。哦，哎、欸，幸好这个应该没事吧？哎、欸，别秀了，别秀了，呵呵。别秀了，别秀了，呵呵。别秀了，呵呵。哎、欸，干你脸皮白。没事，没事。我们这边再换掉一个变异啊。我也不晓得是什么变异不见了，不过 ，OK 了 ，OK 吧 ，OK 了。哦，小刀，拳击手，我看我去当僵尸好了。OK， 当到了，可以吧？这个感觉赚钱赚比较快一点。有了有了，被这个炸死真的好爽。哎、欸，不会吧？我刚刚肉体复活不见了、哦，我也不晓得是什么变异不见了，不过 OK 了。为什么要这样搞我？我再随机弄掉一个吧，也不知道弄掉哪一个。哎、欸，不能按了，好奇怪。所以现在是死亡状态的时候，你就不能按这个删掉是吗？哎、欸，那这样我就不行。现在这一场按下去之后，下一场又加回30点，然后再随机用掉一个。虽然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个，随便了。助手的话，我想想看哦，助手还是选这种。比较正常一点的武器好，不然我们也没有其他武器可以选啊！我怎么是僵尸啊？好扯哦！
我又没有肉体救僵尸啊！天哪、啊，欸，11万是怎样？11万我是加几分？哇，直接爆炸、欸！那是11万还是10万？好扯，那伤害！哇，分数爽爽加、欸，哎，太扯了吧！也不知道多什么变异，不过再继续删掉吧。删了2个，看能不能洗到这个接触感染。目前是没有。对对对，你就这样继续打，哎呀，看你什么时候挫赛。啊，我的复活还没给我哎，那这样怎么办？我不能死，我再死下去我就完蛋了。不要开六哦！哎、欸，你干啥，小叮当？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没事。OK， 我是真的没有复活啊！不要这样，我是真的没有复活啊！好了好了，算了算了，不搞你们了，不搞你了，不搞你了，真的不要把我杀掉，拜托你，拜托你，真的算我求你了，大哥，我要死，真的是要死了！哎，天哪，哇，猛爆完了，再见。游戏结束 ，Game Over。